们用真诚心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啊，别人对我们是虚伪的、假的，我们对别人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要求生净土，不这么干不能生。那人家不干，你们他搞六道轮回，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还要不要搞六道轮回？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一定要用真诚心，不能用虚伪。换句话说，决定不再用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搞六道轮回。用真诚心，真诚心怎么修法？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是定，阿罗汉所证的平等也是定，菩萨证的正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用真心容易开悟啊。对一切众生一定要慈悲。慈帮助众生得乐，悲帮助众生离苦，常常要想到佛法在世界，为什么？就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要长存这个心，时时刻刻不能丢掉。用什么方法帮他离苦得乐？用教学。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教学的。教他什么？教他破迷开悟。苦从迷来的，迷破了了，苦就断了，就灭了，觉悟了真正的路。觉悟的人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你们看看海鲜老和尚，他法喜充满，一生有人跟我们讲过，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过脾气，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批评人、毁谤人，没有。总是欢欢喜喜，满面笑容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我们要学啊。见什么人都是好人，连打他、侮辱他，他心目当中都是好人。为好人为什么做坏事？一时迷惑啊，他做错事了，不要去怪他。他会回头，回头就是好人。